行进中，请勿按压飞机板。我看很多你的雪伴哦。伴。啊，去找一下报到柜台在哪里？忘了怎么找，对不对？报到柜台看一下。奥克兰，纽西兰航空，16:15，26。你们要去纽西兰吗？26。很明显，他们拿了雪板，只有纽西兰能去了，还有澳洲。澳洲还没那么冷，那个雪场还没开。很多人力，对，那有送那个跟 ZTV 吗？是它会寄到你的饮料进去，对，那个帮我打开看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里面请中间那一。然后我们现在到纽西兰要上网申请这个有接种过疫苗的证明，他就会给你一个号码。对，好多人哦。想到人这么多，嗯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雪板哎，感觉如何？紧张。你也会紧张？你这都不会太紧张了吗？紧张什么？飞机哎，很久没坐飞机。两年多了。不是那种紧张。那是哪一种？要准备行李，很多东西。下飞机还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加油！而且我还要搬这行李，我两手都搬不动了。我想说，我到底怎么录？对不对？不会啊。我连一只手都没得空出来，我怎么录？很久没坐长途飞机了，接下来坐11个小时到奥克兰。那这一次的纽西兰旅行呢，是飞到奥克兰。到了奥克兰之后呢，会租车一路玩到威灵顿，然后到威灵顿之后呢，再搭飞机到基督城。到基督城之后呢，会租露营车，然后玩纽西兰南岛。然后这算是疫情后的第一次出国，所以如果要到纽西兰的需要准备的东西，我会放在下面资讯栏。你要不要直接拍一部那个纽西兰出发前要准备什么东西？好，有这么多人要去吗？在下面留言。咻，超多人，就是很多人。因为纽西兰相对安全，因为它那边就是大自然的环境，比较不是有什么市区的。面积比台湾大，然后人口比台湾少。Lumi， 你也是第一次出国这么久，对不对？第一次。嗯，一个多月。欸，在这边每个人的行李都有一个大雪板。没有每一个人。几乎每一个人，他那边都是雪板。对，哦，很轻哎，21.6，还没装满。但纽西兰航空可以2件23行李，所以我们就一个雪袋，然后一个行李箱这样子。嗨，你的好小哦，我们另外一个伙伴是吗？嗯，对啊，你的这个不到29寸吧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准备登机了。第一次看纽西兰航空，然后它这个位置是在旁边的一点，然后还有耳机，在脚的下面这边呢，算是位置蛮大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插电的。弄好的位置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还没出海关之前，现在买这个 SIM 卡，因为他在里面买是 tax free，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买50G 68元。它这边有不一样的价格，可以看你要待几天。我们的行李无敌爆多了，然后我们租了一台小车，我不知道放不放得进去。看看，这车太小了。我们发现我们的东西放不下这台车 ，Toyota Corolla 这台型号。还自以为放得下哎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要去换大一点点的车子。哎，我们现在要去拿我们的车了。哎，天气很好哎，没有想象中的冷哎。
我很都不冷，好扯。因为我在市区吧。就是台北20度的很舒服的天气。终于放好了，讲讲。好了，我们在奥克兰的第一餐终于吃到东西了，饿爆。那我们来吃这间叫做什么？Glass Goods， 然后它就在 Sky Tower 的旁边，对，我们旁边还有 view。我点了很多东西，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这个是在六个小牌的，然后还有三个主食，然后开动，吃起来特别甜。这看起来像松饼，然后其实吃起来不是。对，就很像葱油饼吗？还是大饼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你一定要加这个，我觉得加这个很好吃。好了，我们吃完我们的午餐了，然后我们吃这一餐下来要40几块，一月百八哦，他加月原本就付了40块，一斤40块哦。所以我们这一餐吃下来是50块左右，那也很便宜啊。对，然后80，因为小熊找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网站，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网站上面去定位，然后餐点全部都可以50% discount。耶，好棒！今天第一天到纽西兰，所以纽西兰的机场发给我们这个快筛机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，然后一共要做2次。之后现在来到山城市区这里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吃。现在晚上6点，好多店家都没开哦，店都关了，然后。市区冷冷清清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找东西吃。耶，来了，我们的餐店。吃饱了，这间不错，推推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的。走，我们现在去超市吧。这个市区都没有什么人。逛超市，最喜欢逛超市了。我们来逛这间 Countdown， 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准备来买明天的早餐，因为明天要去黑水漂，所以要自己买一些早餐来吃。果汁、奇异果，还有很多水果、生鲜食品。就在这个地方集合，等一下9点的时候会有人来带我们。娟娟这里，然后我们就是导航到这个 Wati Moto Homestay 这里 ，Tiki Information。然后现在是7、8月，是纽西兰的冬天呢。我们今天就要来体验黑水漂的行程。很冷。然后黑水漂的行程就是会穿着防寒衣，然后在水里面，然后有一些攀岩啊，或者是爬一些山的活动这样子。还会有一些跳到水里的活动。好冷啊，今天现在真的很冷，这里真的好冷啊，而且这里到处一路上开过来都是一群牛一群牛，然后全部都是空地，对不对？就是整个就是 Windows 的画面。我都有点后悔说这么冷的天气来了来体验这个黑水漂。真的，我们坐小船不好吗？为什么要来漂？等一下教练会给我们的防寒衣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他们的集合地点这里集合，在等。对，已经有3辆车来了。然后等一下黑水漂那边是不能做摄影或拍照的，教练会帮我们拍照这样子。因为现在是7、8月，在纽西兰的冬天，所以这边没有什么人，就像这样子。还
还是蛮冷的耶。然后他这边是说不能拍照，所以等一下就不能拍了。然后他会给我们一个照片的档案，教练会帮我们拍。教练跟我们跟着他。这里有一个厕所啊，这个甜甜圈，这个甜甜圈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用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冬天玩这个？超冷的。你看，连当地人也都在说在那边。我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情？然后他这里有雨鞋，然后有一些攀岩的器具、安全帽，然后可以在这边换衣服。哎，大家也都觉得超冷的吧？我们先填了这个。Register here off to my right. You probably all found it already because you went looking for toilets. I tried to tell the people to put them the other way around.Be real funny, you know. Imagine you. 好了，那教练给我们穿的时候呢，他就拿防寒衣给我们，然后还有鞋子跟衣服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去换了。好了，我穿好了，第一名。超冷的。湿哒哒，真的。我们刚去完那个黑水漂，它这里有淋浴的空间，然后有热水，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淋浴空间啊。然后我们终于换好干净的衣服，扑过来了，超冷的，湿哒哒。好，等我们换好衣服，再跟大家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。好了，我们结束完黑水漂的行程。除了冷之外的感想，可以大家说一下。除了冷之外的感想，其实还蛮好玩的啦。我也觉得蛮好玩的。这个对，漂亮。而且就是在那个洞穴里面攀岩吗？不算，在洞穴里面，我们算是溯溪，对，只是就是非常冷啦。可是他给我们穿的那个是厚的防寒衣，然后还有外套，还有鞋子、雨鞋，还不错，蛮酷的。只是手脚都冻僵了，然后它出来还有热水可以给我们洗澡啊，里面很漂亮。对啊，里面很漂亮，就是很酷啊。对啊，就觉得哎，怎么这洞穴，然后还要把灯关掉，其实有点小可怕。哦，不不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很像银河哎、欸。里面灯关掉的时候，我就有点小可怕、啊。可是就是看上面，然后我会怕那个虫虫会掉下来。它那个虫没有照片中的那么多，哦、照片中的是一片，然后它是。可是我们我觉得应该是冬天一区一区的，夏天可能是真的比较多虫。对对，然后他就是先走到那个洞口，就是一段小小的溯溪。对，然后再进入洞口，就是会有一些小瀑布这样子。对对，然后就直接坐在那个甜甜圈的上面，这样甜甜圈泳圈的上面，然后你就会游这样子，对，游就一边游一边看那个上面的发光的虫。它不是虫啦，虫的大便。那玩完黑水漂之后呢，我们来吃刚刚那个教练经过的时候推荐我们的这间，它其实就在黑水漂的那个地方的旁边而已，再把详细资讯放在资讯栏。结果没有是这家，因为它这家已经没有卖其他的热食了。我们准备去刚刚经过的小镇。我们玩完黑水漂之后，来他们的旁边这个小镇，这个叫什么小镇？不知道的小镇，反正就是最近的小镇。然后来这边吃点东西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份套餐，然后还有一个派。哦，来吃。哇，这么多。